你就是共产党派来的坐探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到特工部去。程明杰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从来也没听过这个广播啊。玉珠，你认为？ 我现在还会再相信你吗？我和你姐夫一次次收留你，你是怎么对我们的？我这是养虎为患。程明杰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广播是怎么调出来的。你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你了。我现在就给特工部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你带走。妈，和平，我跟姨妈正在说点事情。 你去楼下待着。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和平，别胡闹，出去待着。和平，你想说什么？这个广播是我听的，这些歌曲我都会唱，我唱给你听。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，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，把鬼子。和平这么小。 这么小就被你教的会撒谎了，姐啊，和平的话你也不信啊？我当然不信，就算是和平会唱这些歌，就算这电台是和平听的，他会调收音机吗？啊，谁给他调的？玉珠刚刚说了，他可从来没听过这个电台。玉珠本来就没听过，我帮和平调的。姐，你不信和平的，连我的话也不信啊？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你看看你现在跟那个陈碧君一模一样啊。 你别在这瞎搅和！你给我出去！这没你什么事儿。哎，姐，和平他从小是在那边长大的，那这些歌曲对他来说就像是儿歌一样。他既然想听，我就调这个频率来给他听。这点小事发这么大脾气，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？你想干什么啊，肖俊浩？你今天非要替他们母子出头是吗？啊，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姐，你不是一直撮合我跟雨竹吗？现在我发现我爱上他了。 我不仅爱上他了，我还打算娶他做老婆，我不仅打算娶他做老婆，我还要当我们和平的爹，好不好？反了你的小俊浩，反了，反了！姐，这是反了！太太，别消消气儿，别气坏了肾。小舅，疼吗？啊？疼吗？ 疼，哎呦，疼疼疼疼疼！哎呀，他下手也太重了啊！帮我揉一揉。哦，和平，刚才小舅说呢，想当你爹，那你想不想？想。和平，去厨房给姨妈沏杯茶，让她消消气。哦，快去。去吧。 你呀，以后别当着孩子的面胡说八道的。我没胡说八道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还有，以后别那么气你姐，她收留我们，我应该感激她才是啊。你看你说的，我哪有故意气她？我说的真的都是肺腑之言。其实啊。 我姐的脾气呢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。她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你越是跟她辩解，她就越跟你来劲儿。你放心，对付她我最有经验了。你别这么说，她是你姐又不是敌人，什么对付不对付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去哄哄她，一会儿就好。来，以后再要用收音机到我房间里来，我给你做掩护。 方便吗？怎么不方便啊？我刚才说想当和平的爹，你觉得好不好？你快去哄哄程碧姐吧。你觉得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快去吧。啊、你说呀。你快去哄程碧姐，快去。
有件事儿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困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不行，必须今天说。你们干嘛都跟我对着干呀？我怎么招你们了？起来，起来！你有完没完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冲我嚷嚷什么呀？我怎么你了？你不可理喻。是，我不可理喻，那我也不需要留什么情面了。我明天就让夏雨竹带着和平从我的家滚出去。你这是疯了吗？我就是不能让一个有共党嫌疑的人住在我家里，还勾引我的弟弟。好，你现在就去把他们赶走，把我们大家都赶走。我，你不用赶，我自己走。祝你早日完成救国救民的大业。慢走啊，有空常来啊。哎，这位老板，我们这儿可是上好的烟土，云土、川土、派托纳土，您进来尝尝。您要是觉得不满意啊，我们这儿还有白面、红白珠子。我要包间。哎，好，没问题，里面请。您请。社长早。早。社长好像最近很忙啊。一直这样啊，有时候好几天都不见人影。是吗？嗯。哎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反正有事儿啊，就赶紧跟他说，不然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嗯。小朋友们好，阿姨好，院长，夏小姐来了，雨竹，院长，我又给孩子们带来一些小人书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哎，快坐快坐。
你去外面盯着。好，明白。有一个新的情况，我们报社的社长松村有些可疑。发现什么了？我查阅了报社的报表，松村上任前，报刊的发行量和经营费用基本持平，日方对社馆的投入很少，报社属于自负盈亏的状态。但是这个松村上任以后，日方突然加大了投入，而且数额巨大，但是报社的经营状况跟之前没有丝毫的差别。我想，这笔多出来的费用肯定另有用途。确实有些蹊跷。玉竹，如果松村真的有问题，那他的来头肯定不小，你对他的调查一定要小心，以免引起他的怀疑。对了，和平转移的事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。是吗？送哪儿去？送到延安，让他在那儿学习。延安，太好了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就这个月底。这个月底，这么快，舍不得。没有没有，那我怎么跟肖成碧他们说？任志远的表姐在澳门经营一家商贸公司，她膝下无子，得知表弟有个儿子，辗转找到了你，想让和平到澳门和他一起生活。这是过继的手续和法律文件，你收好了。如果需要，我们可以派一名律师和你一起去见他们。真的是志远的表姐啊？是组织上安排的，志远除了你没有亲属。我会把事情办好的。谢谢您，周大姐。和平这一走，你们母子再想见面，恐怕就不容易了。等战争结束以后，我就去延安找他。那时候，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。周大姐，俊浩的身份得到核实了吗？已经证实了，确实有个代号叫蓝鲸的情报员，在民国28年。与组织失去了联系。真的是他？蓝鲸的代号并不是保密的，所以组织上不敢确定他就是真的蓝鲸。他不可能是假的。玉珠，不能感情用事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这个蓝鲸当年和他的上级有一句暗语，如果他能正确地对上这暗号，我们就可以证明他的身份，恢复他与组织的关系。玉珠，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有些残酷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可以。今天风这么大，把我叫到这里来干嘛呀？这是谁呀？浓雾笼罩，看来今天是出不了城了。先生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你布袋里的枪已经顶上了子弹，如果我说错一个字，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打死我，是不是？
俊浩，这是纪律，你应该能理解。我相信那一步是不会发生的，对吗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我即便忘记一切，也不可能忘记这一吻的。浓雾笼罩，看来今天是出不了城了。先生还有别的办法吗？ 远处炊烟袅袅，才显得这雾气浓重。等夜幕升起来以后，一切就都会散去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我都在等，有人能跟我说这句话。今天我终于可以如愿所偿。 委屈吗？一个人在外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找到组织，却要接受这么残酷的考验。身为地下工作者，这是必须要去面对和承受的。这是纪律，也是责任。对了，听周大姐说，你救了董掌柜。我在押送他的途中，做了一些手脚。 已经平安把他救出来，只能送你到这里了。谢谢。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请说。请转告组织，蓝鲸正在寻找组。 这么多年以来，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。我知道，我也替你高兴。傻丫头，党内有一位中央委员投敌了，据可靠消息。 他在汪派的保护下，已经抵达了南京，准备就任伪政府的司法院院长。没得人。他在政府是分管英美事务的，现在正是英美两国给我们支持的关键时刻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老家伙竟然叛逃了，他这不是当众打委员长的脸吗？所以上面的意思是，立刻干掉这个没得人，斩草除根。 已经效尤。我总觉得没得人这个名字有些耳熟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我家老爷夏守普生前的好友，是清末同科的举人，做过恒轩少爷的老师。你认识他？雨竹小姐应该认识。好，你就利用下雨竹接近他。 是，唐妈，先生回来了吗？没有，有打电话回来吗？也没有接到电话。那你忙去吧。哎。
姐，你是不是又跟姐夫吵架了？没有啊。还嘴硬。姐夫被你赶到客房去睡了多久了？哎，你不会真的是想要离婚吧？谁说的？你看看我们这个家，现在都被你弄成什么样了。姐夫现在呢，每天睡客房，你要把雨珠跟和平赶走，这个家就快被你拆散了。我看你到最后啊，你就一个人独守着这个大房子，你就高兴了是吧？我什么时候有过这意思啊？哎，我做的哪件事儿不是为了这个家？我不跟你争，但是你的好意呢，就快让这个家支离破碎了。是不是姐夫回来了？君浩少爷。哎。程碧姐。哟，陈太太来了。汤妈，给陈太太沏茶，把雨竹叫下来。是。啊，我去叫他，我去叫他。那我去沏茶。坐吧，陈太太。程碧姐。你还是叫我双菊吧。哟，那我可不敢，万一让你家陈先生知道了，还以为我欺负你呢。双菊，你怎么来了？陈德道托朋友从东北带了一些山货回来，趁新鲜拿来给你们尝一尝。让陈太太费心了。唐妈，哎，来，把这个拿到厨房去。程碧姐，我跟双菊去楼上聊一聊。双菊妈妈，你来了。和平都长成男子汉啦。和平。妈妈跟双菊妈妈聊会儿天，你自己看小人书啊。嗯。对了，小姐，梅德人梅老先生你还有印象吗？他是我哥哥的国文老师啊，怎么想起他来了？我听陈德道说的，梅老先生也从重庆来南京了，我听着名字耳熟，后来才想起来。他怎么也来南京了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上个月来的。不打扰吧。和平，猜猜小舅给你带了什么？球鞋。你怎么那么聪明嘛？又被你猜到了。哎，来试试。和平，擦擦脚。不用了，直接试吧。哎，你怎么又在织毛衣啊？不刚织过一件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，和平这个月底就要走了。啊，他要走啊？去哪儿啊？去澳门。小姐，你怎么会想着把和平送去澳门啊？志远的表姐在澳门，和平跟着她可以远离是非，过平静安稳的生活。小舅，我不想走，我舍不得你。如果是因为我，你大可不必把和平送走。你知道，我不会真的让你们搬走的。我知道，程碧姐，您能收留我们，肯定背负了很大的压力。我都理解，也没有任何的怨言。和平的事，是志远的表姐通过律师主动找到我的。他膝下无子，所以提出来和平去澳门跟他一起生活。和平是你的孩子，你的决定我们无权干涉。我心里肯定是很舍不得，
但是我听律师说了，志远的表姐给和平在澳门找了最好的学校，以后还想送他出国去学习。我总是得为孩子的将来做打算吧。这倒也是。志远有个表姐在澳门，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他这个表姐呀，以前一直住在马来，后来马来开战了，才搬到澳门去的。过继手续都办好了吗？办好了。哎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哎，踢不动了。哎，小舅。你能不能跟妈妈说一下，别让我走了。和平，你妈妈这么做呢，是为了要保护你，给你一个更好、更平静的生活。可我不想离开妈妈，也不想离开你。和平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事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，你可能没办法理解。但慢慢的，你会发现其中的美妙。等你再长大一些，你就能够明白你妈妈对你的良苦用心了。小舅，我会想你的。傻小子，我也是。雨珠。肖俊浩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我们苏南根据地了，组织希望你和俊浩成立一个情报小组，共同完成任务。共同完成任务？对，你们俩都住在肖成璧的家里，工作起来会更加方便，也更容易相互配合、相互保护，所以组织上做出了这个决定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问题。你们这个情报小组由我来领导，接头方式不变，还是我们俩单线联系。好。和平，上船了一定要听姚律师的话，千万别乱跑，证件和船票都在你的外套口袋里，千万别弄丢了。还有你的行李，下船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拿，记住了吗？妈，这些话你从上周就开始说了，我都是大人了，早就记住了。班杰经历中未子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总算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。现在小鹰迫不及待的要往外飞了，老鹰舍不得了。雨卓，和平这么聪明懂事儿，一定很快能适应澳门的生活，对吗？姨妈，姨父呢？姨父怎么没来啊？最近姐夫总是早出晚归的，是不是工作很忙啊？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了，一直没人接，估计开会呢。我们不用等他了。嗯，不等他了。和平，你要记住，以后呢，不管长到多大，都是妈妈的孩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母爱胜于万爱。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妈妈。嗯，我记住了，小舅。小姐，双君你怎么也来了？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些吃的，去澳门路途遥远，让他拿着路上吃。怎么做这么多呀？陈太太，这船上啊是有餐厅的，和平饿不着。陈太太没坐过游轮吧？和平，拿着，这是双君妈妈给你的心意。谢谢双菊妈妈。谢谢双菊妈妈。夏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带和平上船了。行了，姚律师，快点走吧，别误了船。妈，我不在你身边，要是万一有事就找小舅，我已经把你托付给他了。
傻小子，你放心吧，小舅一定好好照顾你妈妈。好了好了，走吧，姚律师，拜托了啊。要两份牛排，好的，两份沙拉，沙拉，嗯，两份奶油蘑菇汤和一份冰淇淋，好的。他住在立法院附近的一栋别院里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听陈德道说的，他说梅老先生德高望重，汪精卫很器重他。找个时间咱们一起去看看他。好。你们是？您好，我们和梅老先生约好了，我姓夏。啊，是夏小姐呀，快请进，梅老先生已经在等您了。好。小心台阶。哎，当心点儿。小陆，他们就不用检查了，这是我的贵客，梅老先生。哎，玉卓，进来吧。哎，
记得当时我叫你哥哥他们背《道德经》，你哥哥背得最快，书本一放下就带着你到院子里去玩，那时候你好像才这么高。还有你哥哥最喜欢吃师母做的马红糕，每次自己吃完了他还要偷偷的带一点回去给你吃。没想到当年的事情您都还记得。哎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能留下的也就是当年这点情谊了。玉珠啊，谢谢你来看我。您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来看您是应该的。外公，我来见吧，这是我夫人和两个外孙女。梅夫人您好。您好，梅夫人好。这是我的学生夏恒轩的妹妹夏雨珠。啊，你们坐呀。谢谢你们来看我们，以后要常到家里来玩，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外婆做的饭最好吃了，我也最爱吃外婆做的饭了。谢谢梅夫人。好，你们聊吧啊。哎，梅老先生，您这两个小外孙女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像两个洋娃娃一样。哎，玉珠啊，你知道什么是战争吗？战争是国恨家仇，是亲属离散，是天人永隔，是朝不保夕呀。我没得人都黄土埋了半截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想法，可是我得为我的家人着想啊。现在国军节节败退，人命飘摇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让他们在重庆等着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。刘妈，哎，先生今天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哦，下午先生来过一个电话，说晚上不回来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对不起，太太，我这不忙忙叨叨的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嗯。怎么了？该来的总会来的，求你们放过我的家。要一个给外婆看看。立刻干掉这个没的人，斩草除根，以儆效尤。